识我嘅人都知道我超级怕打针。小学嘅时候，我永远都系我哋班最后一个打，而且仲要系几个老师揿住我嗰种。不过今次唔同往日啦，依家只需要一个人揿住我就得噶啦。我今日要去打无光疫苗。我嚟嘅 ，Go Go Go！ 可能好多人都唔知道无光系乜嘢啊，但系其实佢几得人惊噶。好似我呢啲一日到黑出去开饭嘅人啊，同埋你哋呢一日到黑食外卖嘅人，食咗啲不干净或者是未煮熟的肉类海鲜咧，都有可能感染无肝病。36计打为上计。我今日系预约咗过嚟社区医院打嘅。如果系有避孕需求嘅姊妹们啊，记得提前至少系半年以上做好接种准备。你好，我打呢个护肝801蚊一针，一共要打3针。做人一定要做好安全措施，唔系防护措施。医生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有什么人群是适合打这个护肝的呀？经常在外就餐，还有就是熬夜。对，是我。还有呢，就是慢乙肝患者、酒精肝、脂肪肝啊，老年人，包括一些育龄女性。我看到还有一个鱼生海鲜吃货，它主要存在没熟的一些猪肉、牛肉、羊肉啊，90%的一个猪牛羊，它都会感染这个乙肝。我啱先系夸张咗啲，其实都冇咁痛嘅，医生打得几好。如果你哋都想打无肝疫苗嘅话咧，记得一定要找可以接种的正规的医疗门诊打。